木须虾仁这拌面也没毛病，这个也是捞面的绝配，拌面绝对不错。这个你会说天津话吗？你说一句，这不太好了吗？人家范二刚一顿不扯的话，今天我准备整顿捞面，再弄俩炒菜，咱们一块去尝一尝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还有位粉丝跟我一块吃饭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来自哪里？中国。这是我的一位小粉丝，重价混血儿，旁边是他的妈妈，他妈妈带着儿子回国探亲。这个小粉丝呢，平时特别喜欢看我的视频，特意跟他妈妈说，回国能不能跟我一块吃顿饭？到了，到了。上次来中国一岁多，不到两岁，吃点新鲜的，孩子没吃过的。八珍豆腐吃吗？大卤面，都大碗，大碗味大，大碗味大，我吃不了，我带走。再来个香干肉丝，走嘞，姐姐。So you don't want to sit with me? You don't want to face the camera? Have you got a girlfriend?你还管挺严还，可没吃过这个是吗？第一次是吧？尝一尝，糖醋面筋丝拌面必备。这倍儿酥脆，这个。这一份还挺大。绝对够酥够脆，一点也不硬。里面点缀的是豆芽菜，还有蒜，拌面绝对不错。这个，这个也是捞面的绝配，香干肉丝，香干肉丝，韭菜，这炒的挺利索。这个，吃啊吃啊。九年没回国，这香干你不也尝尝吗？哦，香干你那儿也有。以前我在国外时，我们那儿也有。我们同学在这儿认识了一个加拿大的男朋友，然后呢结婚了，去加拿大，九年没回来了，儿子现在都十岁了。还有一个儿子呢。哦哦，对，还有一个儿子呢。那儿子几岁？五岁。五岁，还弄俩大儿子。不许的见你。不许虾仁。哎呦，谢谢您。来，对，来大虾仁。嘿。烫。好吃吗？要弄个木须虾仁，鸡蛋虾仁都有，还弄点小木耳，这拌面也没毛病。炸酱啊，油酱分离，这看着卖相还行。给你，这是我的大卤。爱吃虾仁啊？嗯，喜欢。啊，再来份清炒虾仁吧。啊，还喜欢吃这个？所有外国人的口味都是一样的。我要来个虾仁，看他吃这么香。目前上来这三个菜，都行。你说一句，这不太好了吗？这不太好了吗？咸啊，你别都搁里啊，对。先拌吧，姐姐，手里拿空碗行吗？谢谢，你给孩子拨点出来，我弄我的吧。好，这里放芹菜，去去吧，有点豆子、胡萝卜、芽菜、黄瓜，也算够全。这面条看着有点手擀的意思啊，但是我不太确定。把我这卤直接搞上来，嘿，这一大碗我跟你讲，正经不少啊。夹菜，给孩子夹菜。你作为半个天津人，你得学会说天津话。你会说天津话吗？老爷每天说什么？你饿吗？你应该自己说，我饿了，到哪就好使。不要说 I'm hungry 不管用，我饿了。先弄一口了啊。哇，这好吃，感觉。这个拌面拿多少？那卤味儿还行，就是全搁里，还是有点淡。我来点这个啊。有帮咖喱，你吃吗？刘大爷，你也买这个？我有本系啊，你有本系啊啊，我没有。对呀，他怎么觉得大伙都不是招呼？再来口鸡蛋，这鸡蛋一到位，这面又生滑了啊！这个亲戚，我没有放。都吃了，都吃了，耐吃都吃了。这面我觉得口感挺好的。回来吃的特别好吃。我来点你炸酱。这一碗七家八家的也不少，吃到底基本上没什么面了。吃的叫什么你知道吗？这是小费145。